开始。OK， 因为他如果口腔有问题的话，会影响到他的咀嚼吞咽的问题了。那咀嚼吞咽不好的话，他营养可能就没办法摄取到很好的营养嘛。那他的免疫系统一定就会衰弱，会降低嘛。那因为他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嘛，那如果你有住有牙周病的话，那种菌就会随着血液跟淋巴液，有时候会跑到脑部，会造成脑梗塞；如果跑到心脏，会造成心肌梗塞。那对他的前状可能就会造成不好的预后效果嘛。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他口腔的有发炎或者有蛀牙的话，能够尽快把它处理掉，这样他对身心状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他咀嚼吞咽就会比较正常，那他的心肺功能会比较正常，他的免疫系统就会比较好一点，那就比较不会有那个污染性的肺炎，不会有那个吸入性的肺炎产生。可是现在问题是他没有在咀嚼啊，他是用鼻胃管啊，他没有咀嚼，为什么也需要呢？咀嚼我跟不是跟你讲，他那个菌，他的菌会随着我们的血液跟淋巴一跑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既然没有咀嚼，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会产生这个问题。对对对。因为它里面，它第一，它我们里面，我们嘴巴里面，纵使你不吃东西，但我们嘴巴里面还是有六七百种细菌在嘴巴里面，有三四百种细菌是坏菌，不是全部都是坏菌，有三四百种是坏菌。那些坏菌，它有时候我们在做鼻胃管喂食的时候，它会喂食到逆流，它一定有逆流，不可能没有逆流了，一定会有你东西给它，一定会喂食到逆流。那逆流的话，有一些残渣一定会存放在嘴巴里面。那一定会胃食道逆流啊，那东西就会恶心呕吐啊，会有一些食物残渣一定会留在口腔里面。那我们口腔有三四百种菌，就会跟这些食物残渣起作用，就会造成牙菌斑。那有牙菌斑的话，就会造成牙周病跟龋齿。那这个跟舌苔有没有关系？舌苔有啊，所以一般通常是要用一种专门在刮舌的那个一个舌刮器。正在刮舌苔，最好一天要刮一次。那通常是刮是从，这个是从这样刮，这样来回刮十次这样刮。来回要刮。那不刮就是刮，没有不是来回就是刮十次，就是由那个里面由舌头往舌尖刮，这样刮，轻轻刮。它有那个特别的牙刷，舌刷，这样刷。在睡前的时候把它刮十次，这样就好了。睡前刮。对啊，一天刮一次就好了。一天刮一次。那刷牙的话就是。一般嘛，就至少要刷两次的。好，我们不要求一定要刷牙，但是早上一定要刷一次，晚上一定要刷一次。啊，如果真的没办法，一天一定要刷。啊，那刷一次也可以，那一次一定要刷得特别干净，每个地方都要刷到。啊，如果真的没有时间、没有人力，什么都没法配的话，你一天至少一定要帮他刷，而且睡前那一次帮他刷干净一点，彻底干净，每一颗牙齿都要刷到。就这样子，每一个牙齿都要刷到。对对对、因为如果我们人力不够，没有人手的话，但是要求你不一定要给我每餐都刷，但是一定要给我刷，一天至少给我刷一次，那一次要刷得特别干净。那特别是那像这样的话，要怎么样刷干净呢？他们没有用牙刷呢。一定要用牙刷了，没有用牙刷是，你用那个毛刷。他们用棉花卷，那个是。可以用棉花剪、海绵刷，那是刷口腔黏膜的脏东西。那牙齿本身就必须用牙刷，你用那个口腔那个海绵棒或海绵刷的话，那个没办法把那个牙齿表面的牙菌斑刷掉，所以一定要用牙刷。一定要用牙刷。啊，用它的缝比较大，牙刷用完可以用牙尖刷。哦。用这两个方式才可以彻底把口腔弄干净啊，就像他们可以尝试下去帮他刷了，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他没有很燥很动啊，他至少其实你慢慢弄，慢慢跟他好好配合的话，那他可以接受我的洗牙，就可以接受刷牙，对，了解，对，这样子对他讲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你说像这样的鼻胃管的人还是要刷牙，还是要口腔照护啊、因为他还是一定都会有胃食道逆流的，不可能没有胃食道逆流，像那个吃饭东西会恶心啊，东西就会纵使一点点，它就会造成那个牙菌斑。请问有多少人来就百分比比身心来做这个不是这个不知道，我没有办法做统计。OK 这个好的，这个叫医院系统才我们是不是以大数据是 check 一下就知道吗？有多少人进入到这个？你这是特别的，又不是普通人都可以看。对对对对，但是他们没有在做这一块啊，只有那个卫生福利部有在做了。
啊，要去调卫生福利部的资料啊。哦，了解了解，嗯、好的。我们一般院所很少在做这个统计数字。那所以你也不知道有多少这种身心障碍的人因为这样而产生并发症有状况的，也不没有，他没有做这种统计。但是有那种数据说你经过口腔卫教做好的话，比如我们在机构做这些统计，在一般的机构养护机构做这些东西，一般像植物人啊，创世基金的植物人，我们也去做统计，他们都是三管了、啊，他们都全部都三管，因为植物人没办法，他还 OK， 他还可以跟你沟通聊天，那三管几乎都是没有无意识嘛，我们帮他做口腔照后，第一年做完之后，第一个人他发生那个住院的次数就减少。肺那个吸入那个吸入性污染性肺炎那比就降低很多，对，就是说他体内口内口腔内造成体内感染的机会就降低，所以口腔有这个研究，有这个数据啊，真的有这个数据，他们机构就有在做，私底下私人的机构就有在做这个数据，所以没有发表。他们之前做，譬如说他们去年的那个看病的就诊人次是多少人，那这一年经过我们帮他做口腔的。找我帮他洗牙，帮他刷牙，帮他做口腔卫教。那经过这一年之后，他们发现隔年的那个就医次数就降低，降低30%。哦，对啊，所以有，其实是跟前任状况有关系。是是是，就是你口腔找好的话，比较不容易去住院啊，去就诊看病。所以这个是有在就诊上面有人有发表，但是要去调了。啊，这个是机构都有做这个。有些机构都有在做这些追踪，数据追踪。好的，谢谢。好。好